你真正在乎的也只是天宇快不快乐而已。我当然希望你能够得到幸福，但是过去发生的事不会因为爱就消失了。你不要再赖床了，现在好，马上叫你起床。他如果可以醒过来，他们要不要再在一起，我都不会有意见。你应该也看得出来，你儿子很爱我女儿吧。TVBS 42台每周一至周五晚间8点，因为你如此耀眼，由英国节冠名赞助播出。